真羡慕有人帮你剥虾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盐酱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我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如果有人愿意为你剥虾，那就是了。倒入白酒，小火焖至明虾变色，鲜美多汁的盐酱虾，快剥给你爱的人吃吧。